嘿，你们好，是我小飞象，欢迎来到超级校园。首先向前走，收集我的背包，是这个吗？我的背包 ，OK。嗨，我是校长，要毕业，你要750经验值，通过完成课堂活动获得经验。从选择第一个课堂开始，当你到达那里，你就可以和一位教授谈谈活动，历史还是艺术？去这个吧，我去艺术了。在障碍赛中玩颜色，细线播放细线，画线来引导补给，按颜色排序。第一关开始，试一下吧。什么意思呀？哎，是画线吗？不是。哦，让他进入。哦，我懂了，应该是画不同的颜色线，然后让他进入不同的背包。哎。哎，对吧？哎，和我想的一样。哎，差点没进去。这个不用动。哦，已经完成了。OK， 简单，1500分。我们先拿到学分，1500分完成。哇哦，继续。不错，我获得了一个新的物品，新的背包。让我们打开你的装备钥匙链。物品栏是吧？物品栏在这里。这个东西吗？配件。既然你已经明白了，我想是时候完成一些活动以毕业了。祝你好运。这是什么？看一下啊，又是一个新的挑战，在颜上色啊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跑酷吗？哇，我们感觉是在上课一样，要完成不同的学科，往上走。这个是什么？嗨。是要给它涂颜色吗？粉色，我们这颜色有可能不是粉色，我们接着往上走啊。我现在手里拿着粉色的笔，应该是去一个粉色的地方，我的理解是这样。箭头指引我们往右，画一条线，油漆桶吧。怎么这么多笔啊？不是，为什么？这是我画还是他画的？感觉是他画的呀，他怎么来这么多笔啊？我怎么没有笔啊？完全没有反应，我们先走吧。画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呀？一颗星，拿到积分。画画，画笔，我有红色的笔。嘿，怎么感觉这个学科好难呀？这门课。画一条路，哦，它自点一下它自动画了。那这个给记下，画一条路，在哪呢？哦，画一门大炮。那。画完了没啊？哇哦，我们现在是要进入大炮里面吗？应该已经画完了。画一门大炮来击败这个墙壁。记录点，好，接着走。不要死 ，Go。左边和右边，左边有个人哎，去看看他说什么吧。嗨，是个保存哦，拿星。那我是不是漏了一个人？我还少了一颗星哎。哦，看到了，那边有个人。还没有结束，我要拿三星，好吧？拿三星的话，就这边有一个人，得给他对个话，得跟他说两句话，我就能拿三星。哎，又是满星，看到没有？三颗星全部完成，最后再走上我们这个地方，到达终点。嘿嘿嘿嘿，我们完成了两门课，还有第二关啊，相当于这又是一个好东西，什么东西啊？配件 又是个配件哦，配件，这次挂个小包，这次是挂个扑克牌，能改变我自己装扮。哇哦，那我还有别的什么课吗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历史课。那这是什么课？化学课吗？匹配相同的颜色，来玩一玩。哇，这游戏好玩啊！匹配相同的颜色啊？这么玩吗？乖乖消消乐啊，真是消消乐啊。相同的三个颜色应该就能一起消掉，我们能拖动它。哦，哎，这关有点难呀，可一直往下拖不过。有好像有点难，我们得消到2500分。哦，再消一个就可以了，那还行啊。我看看还哪个还能消消。完成了吗？啊，还差2400，要2500，还差100分。
有什么东西我能用的吗？哎，这个能消，好消好消，看看还有什么能消啊？三个颜色必须得并到一排，不会过不了关吧？啊？哎，什么情况？哦哦，能换两次。哎，啊，它有次数的。好吧，这个我只拿了两星，又拿到了一个新的挂件。哎，我的挂件呢？这次是个糖果，是一个瓶盖。哦，涂鸦冲刺，再挖一个。好的，尽可能过关啊！哇哦，我这不是神庙逃亡吗？啊，还能跳来着？哎，死了！什么情况啊？这跳有延迟啊！好了，明白了。现在必不可能，我们必须这次必须得拿三分，好吧？多吃金币，走跳，哎，走跳，哇，它这个跳有延迟，我们得早点跳，我就不信了，三分，哎，怎么是这个地图啊？呀哈，呀哈，啊，你看，这个跳有问题啊！哎，玩的是第二关，怎么要12000分啊？我这跳不上，跳，还是必须得躲啊？还就不信了，最后是一次1300分，这么难吗？多吃金币，多加分。这次我从一的地方跳过去，一，这也不行，我放弃了，好吧，走，我们去玩个别的项目，看看哦。去吧，这次玩个历史猎人，圈出隐藏物品，到处看看，提示改变角度，找到所有物品获得大分。隐藏的物品是什么？哦，萤火，它右边有提示吗？是这个东西吗？圈出来就行了。哎，获得了一颗星。脚印，岩石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点燃是这个东西吧？我觉得，点燃是不是？或者我觉得这边有一个东西，这边肯定有东西。这个凸出来的是什么？哎，找到了，看我的视角，用这个视角来看，这边有一个棍子，是吧？哎，这个是的，加分了吧？应该600分。还有什么？岩石和火花，斧头点燃，这个东西不是吗？岩石是这个岩石吧？哎，是吗？加分了吗？加了800。我们要1000分，再转一下。哎，找到了这个东西。哎，找到了这个东西。这两个东西应该都是吧？啊，1000分，过关啊！好玩啊，这游戏。领取，我们可以给这个背包挂很多的挂件。我们现在的挂件有很多，它背包挂件有一个放大镜，有一张这个路障牌，可以来再玩最后一个。在迷宫中找到他，把他带到传送门，避开大厅显示器。Go！ 哇，哎，迷宫是在这里吗？哇，好黑啊！哎，第一视角的。哎，你好，你是谁？哇，好黑。这地方，哎，你好，避开这显示器。哦，不能被这个显示，就这个机器人是抓捕我们的。但是他不会抓捕我们，会抓捕刚的小家伙。我们要在迷宫里找到他，但是得把他带出去。他人呢？哎呦，怎么又是他呀？而且这地方不止一个，坏了！哎，是你吗？找到你了。哎，哦，是保存点。啊，彻底迷路了。我彻底迷路了。你是在这边这个。这个是历史课吧？这里有发光的，又是个机器人。发光的应该是出口啊！哎，我一绕了一圈又回来了，好家伙！哎，安全区以这种方式进行，但我没有拿到钥匙啊！哎，有钥匙，我有钥匙哦，找到门了，就可以离开了吗？哎，找到你了！哦，现在的问题是，现在难题是我要把它。我不能被 AI 发现， AI 变成流氓，我不能被他发现，然后我得回到
开始那扇门那里，这里肯定有个 AI， 当心点。哎，这就过来了，来了，应该是这样吧？啊啊，还没结束吗？哎，不是啊，是要找三个人吗？哇，这我玩得成，还不算太晚。什么是斯普罗普？哇，很复杂。我不是已经找到那个宝宝吗？要把它带到哪里去啊？拯救尽多的可能拯救斯普罗斯，我们现在可能只拯救了一个。哦，被他抓到会怎么样？哦，被他抓到会扣300分。天哪！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好吧，我们今天游戏就玩到这了。这一关这个课确实有点难啊，你需要找到三个小宝宝，然后把它带出来才算过关。如果还想看小朋友玩更多的这个学校小游戏，更多的课程的话，记得点赞关注我的频道，让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